哇，汉森巨蛋四楼有好多牛蛋哦，还有好多环保牛蛋，真是太漂亮了。好，上班。好，要转哦，转吧，转吧。是拿？是拿到什么？妈妈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是什么？黑色的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去开箱吧。悠，你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啊！看这里。晨晨姐姐喜欢的环包扭蛋 ，Hello Kitty 的，你要哪一只？都可以哦，好吧，那你开始扭吧。悠悠拿出来，是什么？是不是姐姐喜欢的？哇，是 Hello Kitty， 悠悠，可不可爱？可不可爱？给我看一下 Hello Kitty。悠悠扭的60块车车，连那个介绍都是黑白的，然后他拿到黑色的车车是塑胶的，这样60块真的是太浪费钱了，不如加一点去买合金车好了，他就只能这样噜噜噜噜，60块 CP 值有点低。现在要来开 Kitty 的环包扭蛋，这个有四种，有双子星，还有 Kitty， 还有小白狗。好，妹妹来，我们现在来开 Kitty 吧。好，开啦，开起来吧。感觉你的比悠悠的那台车有价值多了。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还把他还抱了一个熊熊哎，把他耳朵放上去。就完成啦 ，Hello Kitty， 它比公主系列的矮了一点，可是还是很可爱。妹妹，你有没有喜欢？有齁，下次再去扭吧。